好啦，今集翻起只大乱斗啊！咁今集又嚟抽个机，咁最近出咗个都几正嘅一个活动啊，回窝应援扭蛋啊！咁一日抽一次100粒石，11年抽，但系保证有2部4星机，跟住系包括埋限定机添啊！跟住有几部系 OK 劲啊，表示识高达啊，生化感应器啊，跟住呢部又系 OK 劲啊，V two 啊，突击暴风系嘛，系啊，突击暴风型啊，跟住呢部啊。又系 OK 劲嘅辅助机啊，US 2000啊，系啦，包埋啲限定机上去，咁所以基本上等于系随机送两部俾你咁滞噶啦，因为啲机率都系佢限定嗰啲已经系特别高噶啦，其他嗰啲0.33啊，跟住限定嗰啲系0.3啊，即系其实已经高10倍噶啦，基本上系真系送噶啦。免费送两部啊，唔系免费啦，100粒石随机送两部啦，所以个人觉得几抵抽啊，所以嚟抽下。咁啊，虽然大部分嘅机我都有噶啦，啊呢部有啦，呢部有啦，呢部都有啦，呢部有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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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啲咪好似有晒咁滞噶咯，已经系啦，睇翻都唔紧要啊，即系重复咗咪当系攞设计图咯，咁啊升5星，升6星咯可以。咁佢真系抵抽嘛，系咪先？顺便最近又储咗啲券啊，咁可以嚟抽埋佢啦，一堆券啊，系，还好，即系佢呢只 game 都，我寻日冇记错系寻日。我睇到官方嗰边，即系876TV 嗰边就有个直播，跟住系好似话迟下准备出嗰部00系列嘅新机，其实唔算新嘅，只不过系只 game 未出过啫，部机其实就系啦，佢系出埋嗰嚿后面嗰嚿弹药库啊。即系好似自由加流星号嗰嚿嘢咁样啊！哦，流星号，话口未完啊，系啦，即系嚟紧准备就出嗰部啦。嗰套应该叫咩装备啊？唔系好记得。即系总之就孭住嚿嘢噶啦，好似流星号咁样孭住嚿嘢嘅啊！即系迟下就准备出噶啦。咪有兴趣就可以留定啲石啊，迟下等嗰部出，跟住你啊走去搏一搏啊，系啦。唔经唔觉又积咗成堆券啊！同埋好似条直播片好似有留翻喺度嘅，即系如果你自己想睇翻嘅话，可以去翻日本嗰个 Bandai 嗰个官方频道嗰度睇翻876TV 啊！你 YouTube 嗰度打876TV 就 OK 噶啦，唔知点解会叫876TV。我记得以前佢系直接叫翻做 Bandai 南梦宫，系咧，系唔知几时，好似唔知1-2年前改名做876TV 啊，唔知呢个876有咩含义咧？但系佢反而其他地区嗰啲佢冇改喎，即系譬如好似亚洲呢边，佢都系叫翻 Bandai 南梦宫 Asia 啊，亚洲啊，跟住 Bandai 南梦宫欧洲 Bandai 南梦宫欧美咁样。系咧，其他地区冇改，系日本嗰个改咗叫876，唔知点解啊？啊，今日运气唔错啊，真系中咗流星号，哇，又有啦！清。皇冠星者，呢部未中过喎、啊，很好啊，中几多部？中4部啦，好似系嘛？今日运气唔错，中4部，正义流星，跟住头先嗰部 T R 6，跟住 X 高达魔王啊，跟住头先嗰部冠星者啊，4部两部都系冇重复嘅，算系咁啊，真系，真系唔错，今日啲运气，所以话不嬲都话做人。多做好事啊，系咪先？
做多啲好事啊！啊啦，阿马口未完就一步啦啊！唉、啊，真系做多啲好事对你有帮助啊！缘分来了，自然会中啦、啊。哇靠！迷惘啊！咁啊，呢个啦，呢个先啦。哇，五步都算系咁啊！哦，又有啦。叮，六步。哦，七步添，又有两步。哦，即达自爆脑，顶佢！以前玩 GVG 嗰阵时候最惊见到佢啊！我记得嗰阵时话 PS 3嗰只 GVG 啊，玩故事模式有一关就系成堆啲咁嘅死人嘢冲埋嚟自爆，一嘢爆你超多血啊！起码冇半条血啊，爆唔知两三嘢直接爆死部机，咁冲埋嚟嘣嘣嘣嘣嘣嘣嘣咁啊！自爆脑，叫开佢做自爆脑啊，所以。神风式攻击啊，好有日本以前嗰种神风式突击嗰种精神啊！自杀式，哦有啦，猎犬啊，石高达系列嗰部啊，我一直都唔知佢叫咩名字，原来叫猎犬，因为睇个样啊，唔系好似只犬咯，其实，拉屎。卡壁嚟，哦，正，起码唔系重复先，哇，掂啊，哇，今日咁掂啊，今日突然之间掂个碌蔗今日，诶，等先啊，即系我嘅目标就系 V2 啊，同埋 EOS 量子零零啊，或者 Farmer Unicorn 啊，即系呢三部啊，呢三部我未六星嘅。石高达我已经六星咗啦，我用嗰啲万能设计套啊，已经谷到上六星啦。跟呢部就最近啱啱升个五星，呢部仲系四星啊，呢部都系四星。但系呢两部都劲啊，所以我都想佢升埋做五星同埋六星。啊 V2 又系都想佢升埋做六星，所以最好就呢三部啊。跟其他嗰啲我都有，但系我未升啊。啊，我未去升佢级啊。诶，来吧！大收获今日，今日喺呢个丰收祭，丰收，哇！一嚟就一步啦，我两步，整多步啦，哎啦，真系，唔使讲啦，哎呀，怎么唔系 farmer 嘅？顶啊！你呢部唔系限定喎，顶你低 10% 啊，唔系。是低十倍机率的喎，你 0.3 我中唔到，中咗 0.03， 搞错啦！有啦，呢部好似唔系限定，乜中亲嗰啲唔系限定，水我十倍机率水我噶啦，系嘛？顶你连续两部都系咩普通机啊？原来暗正嚟嘅。啊，终于有翻部正常噶啦！啊，不过呢部我有啦，当系系咧，当系攞嚟升级。唉，顶佢，啊，差唔多啦，算系咁啦，今日啊，今次算系咁啦，还 OK 啦。咁啊，今集聊聊先啦，下次再见啦，系咁啦。